谢谢。撒好吃娇吗？哥，你味的特别好吃。他们这个爆炒兔肉啊，是这儿的招牌菜。怎么哭了呢？怎么可以吃兔兔？我这么可爱，他。你还重要？人家不知道啊。相机讨厌，装脑残，装脑残，装脑残，怎么可以吃兔兔啊？半路子，半路子，半路子，怎么可以？